继续来看的大象书啊，所以大象书来讲，文上五篇，书君子以饮食饮乐呀。啊，所以咧，伊个大象书咧，就是拢照着这个卦象里来讲。所以文上五篇顶面坎卦，所以以文下底咧，那天卦为天，所以叫文上五篇呀。安尼咧，圣人啊，合作这支卦叫书卦。好啊，所以一个正人君子呢，看到这支卦的卦象，变哪来看，变哪来做？伊讲，咱就那饮食变乐呀。好，啊，什么叫饮食？就是啥？以物质来啥？用咱的身体，用咱的啥？啊，用心，用心。安尼呢，达到哈心恐退缓。所以真正呢，咱要食物件，爱讲究养生之道。好啊，所以咱啥？爱有这套的用心之法。啊，所以该吃，咱该吃。啊，有那唔通中节，哎，那唔通过头啊，爱中节啦。哦，唔通讲哦，这维他命 E 足济足好诶，哦，我著变个二只二只，啊，食了伤过头，啊嘛无介好。哎，哦，像咱这德清，哎，咱前啊讲哦，咱咧煮物件吼，哎那盐碱食寡，啊味素拢唔蛮浓，啊结果安怎？伊倒咧煮三顿吼，哎菜拢用烫诶咧，啊烫顿啊拢无淋盐啦。哦，啊，即卖吼食一个久了，我身体抗拒，哎，去予医生看，医生讲你这啥，甲肝钠严重的缺乏，盐内底的足侪甲肝钠，吼，啊，但讲啥盐食较少会使，袂使讲完全拢无食，安尼啊，吼，食伤侪高血压，啊，拢无食的，甲钠缺乏，人会失去活力。哦，啊，所以啥物代志拢重视上个重要啦，吼，啊，你自然你会当啥心恐退缓。什么叫心恐退缓？就是心哦，爱要放下落来啦，唔忙什么代志，假条条的，慢慢烦恼天未光，烦恼鸭无卵，烦恼收股尾价无价涨，烦恼收钱尾娶无门出，烦恼一切不爽啊！心嘛放下落来，哎，安那家己生死大事上个重要，其他的代志安那，哎，较无重要，你都唔忙多操，唔忙多烦，啊，自然心会空，哎，自然你啥，食物件就饱啦。咱心嘛袂安稳哦，哎，有当时啊食食迄嘛袂使，食迄嘛无好，哎，啊那心嘛安好落来，哎，真正，哎，食这嘛感觉足有味，食迄嘛感觉足好食，足自然你会当达到啥？圣人讲的心恐退缓啦吼，啊所以伊叫修持足好个吼，你讲上起心以养慧命啊，下起心以养性命啊，上起心以养慧命就是讲咱常常来听佛。咱常常来参悟，常常来上课，哎，听啥？听讲师咧讲一寡道理，好咱，迄个叫做上起心，要用啥？用咱人的慧命，哎，所以咱人的慧命无用袂使呢，哎，啊下起心伊用性命，咱去做工会趁钱，要来饲母囝，这个属于啥？下起心，哦，啊要啥？用咱这个性命，啊咱这个性命无用嘛袂使，哎，啊所以慧命爱用，性命嘛爱用。哦、所以要先后天啊，拢同一样。运动，哎、愉悦啥啊，愉性啊。所以咱就讲和其心志啊。哦，咱就讲食一顿饭哦，哇，非常的快乐。咱到迄个经验，哎、去用请啦，是讲同个好朋友，哇、哦，一顿食了了吼，嘿、心情好，啊，食落足轻松。哦，啊啥，参这個朋友无所不谈。万啊讲天，万啊讲地，万啊讲啥，讲一世界有够啥，哎，三无数话都讲到头，哎，所以这等于啥娱乐，吼、哦，啊，咱真正要达到这这快乐的心境，无人讲，唯有清靠的心境到我都达到安尼。为什么？因为清靠叫断因果，哎，断因果看咱心安理得。咱若讲无断啊，无将这因果断掉吼，你啊看，哎，世人讲啊，食人一嘴，大家行人一嘴啊。食人半斤的，一定爱行人八秒的；食人一斤的，一定爱行人十多秒啊。阮老师讲熬夜好康，哎，食人半斤行人八秒，安尼大家嘛较食。哎，伊讲食人半斤爱行人十秒，啊，我讲啊，半斤毋是八秒尔，伊讲毋是，八秒都唔对，两秒二十啦，嘿，二十爱算了就对啦。哦，因为咱唔来食人偌济啊，嘿，三十因果，哎，有可能怎食人叮叮打打。所以这因果也无断掉啊，心无法度安，无法度达到啥饮食厌乐，终极拢是加减有欠人啊。所以要太快乐未开，快乐未开啦。哦啊，变变太好，有哪无法度？哦啊，所以咱真正要赶紧，啊未请教，哎，真正
请教授息了，第一阶段因果，因果病也无去，咱心肉肉身躯的病变治疗足简单个啊。哦，上个重要就是咱食着心安理得，安尼上个重要。你讲所谓心哎，心心合一，阴阳合之时啊，理自性即显现矣。所以书卦的象辞，甲咱明白个指出，君子需要呐尝尽人间的酸甜苦辣。安尼，才我到得到宇宙当中真理的精华的滋润，真理追求人生的真谛，才会得开创美满幸福的人生。吼、哦，所以大象辞甲咱讲啊，一个君子啦，爱啥真正经过叮叮塔塔的磨练，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。咱修，咱修得咪同款呢？你也修得足平顺吼，安那，这个人境界总是有限。啊，你也修得嘞好，安那，万那大课，万那外课，万那前八节课，万那自在课，万那什么课，好课噶，课噶有啥啥，我袂来恭喜。代表你境界愈来愈高，愈来愈超高啊！吼、哦，因为修课的人，拢在上天要重视你个啦。哦，所以较早唔一句话，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，吼、哦，唔是一句啦，吼、哦，够一句话，偏将将大任于斯人也，得安那来磨其筋骨，华其体肤，是咪啊？是咧挂，伫咧挂，伫咧挂。迄上天要用你的人，就是爱安尼挂，啊，无即、這个即、這个人啊，上天要用咱，伊袂少来靠啦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，即句话就是啥，大家即个含义吼。啊，所以人爱高高较难讲，观世音菩萨啦，吼、哦，伊讲有木雕流啊，板雕流啊，了无人生苦不休啊，回头自得修啊，末三秋天明修，欢庭天时不可留啊，功色开丰洲啊。所以你看这首诗有够好诶，伊讲木雕流啊，板雕流啦、啊，伊讲咱毋通随着这个雕流都行就对啦，什么雕流？哦，我迄阵要一阵啊，看人算大家的，迄就是咱人吼一种个潮流啊。哦，啊，你要落行，迄阵拄啊，咱咧走外务了对啦，咧卖油菜。啊，桥好歹去到啥家己哦，时间到了，我落恐怖，全部个人拢无还，路里拄啊一只狗啊，两只猫啊，一只走来走去安尼尔尔。哦，我着足好啊，啊，规群人开始咧喜悦，啊，凊彩走了了，走去倒去啊。等到半点钟，规个人拢个下出来啊！哦，我着足好个，讲是安怎呢？拄仔一个去客户遐，客户讲啊，人咧开奖啦，开奖，大家家家户老老幼幼，大家嘛咧看开奖，送咧关啥物物件？哦，看有得无得安尼啊？啊，即摆开奖落来，几家欢乐就几家愁啊啦！所以吼、哦，圣人讲唔茫追求着即个啥标流去啦。好，我袂晓算个，佮讲你这外行个也袂晓算，但你讲啥物大家都你也毋捌，咱有奈用笑呢，敢知影？所以话咱人吼，世俗都必败，就是安尼。迄较早是时代人讲，某比人你袂使去跋筊呢。即摆是话，阮老大，阮爸爸讲，爸爸，我细汉你年纪，我毋通跋筊，但系你即个跋筊，伊讲我抢规矩个呢，好算个，好算个，安尼尔尔。一个讲抢几支啊，尔，我那输几十万块钱呢，嘛是安尼，吼、哦、所以真正吼，这叫潮流，尤其这个人生意人足要求啊，吼、哦，蛮讲要求的，为了赚钱不择手段，卖讲啥，手机啊、电脑拢是同款，有厉害无？电脑拿出来吼，着啥物型的，着进步到95的，95来个进步98，98来进步啥物呢？真正你若买电脑，着差不多爱开始后悔啊，是安那讲？一定这台电脑搁要动五去啊！一支手机啊，你买了，有无？哦，一支较早几万块，直直降降到两三千块，即卖搁推荐一支新的，翕相的哦。即卖推荐一支新的，会啥？会上网的哦。搁推荐一支新的，会导航的哦。哦，你看有厉害无啦？你买一支手机啊，讲啊，这支过时啊，搁买一支。这支买了啊，这支嘛无用，搁买一支。打起钱哦，唔爱开偌济，唔知影呢。我一过去新加坡，一个少年的也困倒啦，差不多19岁尔，好，就举一支手机起来，切多切个。我讲哈，手机在翕相哦。伊讲用大哥啊，你有够外行的，人钱拢借水准啊。我就问讲，这支偌济啊？伊讲打出来3万几块台币啊。伊1万5块买着，欢喜甲啦。
哦，我就退出来讲，我买一支手机啊咧，啊，毋过袂当翕相，啊，毋过会当听啊，啊，一支800块咧，哎，一支800块，啊，一支800块，哎，迄囡仔真正毋知影时阵，开一个辛苦咧，哎，啊，摕出来切，哎，啊，迄有啥物好处啊？哦，咱上个重要嘛是要听啦，啊，吸收到啊，咱啊要接个电话，安尼上个重要啊吼，啊，所以真个生意人就是啥，制造潮流，哦，你跟着走。啊！你永远咧钱就开不了啊！吼、哦，所以就是安尼吼，拢会呾啊，落入伊陷阱，做自然的，你钱就伫兜底就伫兜底就。啊，尤其正因呐，哎，安那哦，开放来，你要申请卡足简单，好了，互你申请。哎，啊，你要买啥？刷一下就了。所以正听讲，咱台湾有20几万的卡奴啊，卡奴就是会用刷卡，钱特别出来迄种的，对啦，20几万人呢。所以银行我爱着，真若要申请一个卡吼，吼、哦，伊就来先甲调查，你差不多存偌济钱，恁家算差不多偌济，伊较袂互恁呢，啊，袂伊无要你办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啊，大家拢惊啊，安那，拢惊着就对啦吼、哦。所以伊来讲，咱若毋忙啥，互这条路咧带动去啦，咱人爱清清白白、明明了了，爱知影我人生来到这個世间，就是要做啥物代志。咱一生当中来到这個世间，就是要代天双活，破天行道。唔忙哦，这条路难牵得行哦。讲了哦，人生是靠不休啊，人生真正靠不了。人生不大靠，生老病死拢是靠，所以唔忙个靠落去啊啦。赶紧回头，回头记得修啊。哦，所以呢，师尊老财神甲咱讲，哎，心变天下咯，唯有修得不过人。哎，所以赶紧回头啊，将这记得好啊来修持啊。因为这里顶啥，我三秋啊。正个叫啥木棋啊？哎，过来就无机会就对啦。所以木三秋，秋就是秋天，秋天就是咧啥收割的时阵啊。所以你啊看咱咧挂七个用什么刀啊咧挂？米粒刀啊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咱这个的米粒做出这样天盘，所以叫米粒来收完呐、啊，米粒啊，米粒刀啊，咁是安尼，木棋刀啊连挂是一定爱米粒刀啊。哎，啊你看迄有巧无啊？迄咱古早话拢讲好势啊咧。嘿，你着等下是毋是自己安尼弯弯，啊挂着拄好啊！你若用菜刀去挂看卖，拄啊拄一步路袂行，嘿，啊所以一人物件下一人食，啊一人用着对啊！啊所以真着是木三手，你着做事要修缮，哎，要叫咱原来有做倒去啊！所以毋只办修缮，啊修缮是秋天的代志啊，所以叫木三手，天人修全部拢啊，哎，咱个人的天人智慧心中要修倒去啊！所以讲天定天时不可留啊！所以这个时阵，天时紧急啊！人间不是咱永留啊，永远留伫这世间的所在。咱的所在是西方古世界，所以这个所在是占大的啊，莫当作是永远的啥？哎，莫愈是啊，当作永远在你的厝，那是家境。所以讲，赶紧的强势开放招啊，赶紧会动的，你好会下，而咱的前辈者，咱的点传书去新加坡、去马来、去啥、去外国去开放，赶紧吸去较侪佛堂的，酒就是佛堂的意思啊。安尼来，较会当功德有缘尽呐，吼、哦。所以安尼来，较真正是饮食宴乐，你会当真正过人生做较做意思的。你真正食物件食个足快乐的，哎、欸，就是爱做到这几件代志。后来各位青年代表，吼、哦，请咱再看初九牛。啊，所叫个吼，虚卦做好背，虚卦虚于家，虚于山，虚于你，懂安尼？多差一字念念，安尼好背无？啊，你讲是安尼差一背？咱若想啦吼，这就是一个窟啊，一个水啊，啊一个窟啊是家，离去愈近的叫做郊外嘛，离去搁较近的，就是一定去打着沙嘛，离开搁较近的，是毋是去打着泥巴，一定要落去陷阱嘛？哎，迄卦咧简单，足简单。所以你也要看哦，原来就是安尼哦，你咧背嘛足简单哦，啊，所以呢，这就是安尼吼，第一就是伊离开涵养上界恒，所以叫虚于交也，利用恒无咎，相曰虚于交，不患难行也，利用恒无咎，未失常也啊。你讲属高也，高就是高外意思哦，啊，所以高外高吼，是毋是一个交，啊，搁一个耳仔旁，所以表示你用耳仔去听。用目睭去观四方，那是有孔子的啥？六十里立孙，哎，圣人的脸部，你打坐坐想，啊，还是个写些所在，拢叫做虚于交。
所以这个交我代表足寂静的所在啦，代表啦无复杂的所在啦，代表真个内部啦，一上座上介好的所在。所以咱有可能未来拢就是有需要这个好的所在，哎，增加咱的功力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较个性灵伊就是用这个方法。交就是代表空间，形呢代表时间。所以你讲六十四卦倒一卦，哎，倒前后讲的时间跟空间，就是书卦的第一爻虚与家。伊讲着空间甲时间，吼、哦、啊！利用恒恒挂着啥？你啊看第一爻、甲第四爻、甲第五爻当着，就是啥？必定恒挂了，吼、哦、啊！所以恒挂来讲，圣人久于其道，而天下化成啊。因挂来讲啊，哎，讲的是啥？哎，这个道修得足简单，哎，咱等下讲着吼，讲着啥？那就读易经的，那就修道嘞。咱想做事业的，哎，成功的关键在倒，即句尔尔，起白脚站久人的，你敢要相信？事实的哦，修道嘛是同款的，哎，我着修有也好，修无也好，哎，吼、哦，安、啊、那，你着，人若咧是班，你着来坐迄个位，哦，啊，咱若开班，开班的，你嘛来斗三工，咱若服务，你嘛来斗用，哎，修了，顾哩顾哩顾哩顾一，哎，起白脚真正站久人的呢，真正。身上迄个位就是你的啊，哎，哦，啊，读易经嘛是同款，不管听有听无，我见咱这个位也占无掉嘞，这个位就是你的易经的个位啊，哦，咱公司讲啥，讲事业就好，哦，我最近哦，太太就讲要做早餐，哦，哦，咱讲好啊，要做来做，啊，我拢推广了啥，五谷饭啦，五谷米啦，五谷麦啦，拢讲五谷了对啊。哎、欸，希望大家咱搁食着养生的物件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歹的物件咱就卖啊，哎、欸，啊，即卖咧做当中，感觉叫一件，迄事业吼，咧做哪同款呢？哎，起白脚真正徛久人个呢，迄生意也足好个，拢做到尾二十单以上个，凊彩咯，卖一个粽啦，卖一个碗粿，哇、哦，看生意好干个啊，人已经开二十单个啦，哦，啊，开二十单，迄生意拢有够好，为什么？伊个客门都足济啊。啊！你若呾开个嘞，无开个知影啦。啊、哦，第一，人对伊无信心；第二个，哈，人一定食惯死伊口味啊。你呾食得较咸，毋过人一定下伊口味，伊就爱来买遐买嘞，要足奇怪嘞。哦，啊，白白养生个人就爱去遐买，无爱来去你遮买嘞。白白豆奶人就爱去遐买，无爱就来你遮买嘞。为什么？一定习惯。咱人拢是惯性个动物，我一定食即呾食惯死啊，我毋爱去别呾。哎，啊，拢就是安尼，啊，所以只要你做啥物代志，迄、那个啥，哎、欸，啊，莫讲虎头鸟翅尾，啊，莫讲头啊硬硬，啊，尾啊那笃定，唔好安尼，安尼做啥物代志都袂成功。所以咧，真正足久个啊，记住条，起白脚徛久人个，即、這个位坐久，就必然会做。哎，啊，所以咧，这是真实啊，这是真实际个代志吼。如果初九啊，哎，初九啊，古书馆第一个时阵。诶，上解管理困难呐、啊，会当用基金呀、啊，以影响在时呀、啊。虽然无用基，会当补偿呀。而空间甲时间的结合，正是宇宙的前提。来讲人生上解需要就是安尼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讲，伊呢第一爻离开了含量上解远，诶，所以离开含量上解时，你得爱赶紧借这个时间，好好啊充实咱家己啊，唔茫浪费迄个宝贵时间呐、啊。哦、所以借着啥时间甲空间，真正看要写诗也好，要啥深入经藏也好，要修身养性也好，要做妥力也好，拢好。这就是你上界需要的时间靠空间，唔通浪费掉伊。啊、哦，啊，所以第一爻伊就是咱寄写着安尼。你讲运用空间，哎、欸，爱好啊，把握时间，这两件大代志啊，会当啥掌握天时、地利、甲人和。必能发挥无限的潜能啊，个人无求呀，吼、哦，所以你也当好啊，真正是用第一爻这个时间甲空间，吼、哦，自然你会沾着力量，会当往往不断的生发出来。从基本咱就讲过，咱来沾着力量吼，哎、哦，哦，爱因斯坦啊，伊互发觉讲伊甲15%尔呢，咱一个凡夫咧，可能是发挥到2%甲3%尔。咱个97%的潜在力量拢无发挥出来呢，哎、欸，甚至来讲，你着发挥到差不多10%、15%，你不得了啊啦，真正啦，哦，你着有可能是啥物博士啊，着是啥物研究家，啥物啊，啥物啊，啥物双博士、学位都有可能啊，
啊，是啊，咱无要去遐追求，咱太无啊要发挥咱潜在不良吼、哦。所以伊来讲，一定要运用这靠我多完成。处理书怪啥高级多呀？低然移动，以待时到，兼有看怪的涵养，守住吉祥，积福积安，独天之命呀，何不忧？吼、哦、啊！所以你看，你离开环境上界方，所以你会让咱安定落地。会当真正独天之命，所以你无啥物通好烦恼呀。啊，你若讲离开环境上界方，你搁逐工都遐心离开，遐烦恼东烦恼西，安尼有哪无西工？一届吼，我去找一个朋友吼，哦，伊讲伊搬去阿里山，哦，我是讲哦，这個、人在才晓想要搬去阿里山。结果讲做事业做了倒了啦，结果拢用拍卖去啊，啊，家己一个拢比阿里山，好加再进前有买一间厝子啊，讲200多万，爱倒去啊温度就对啦。哦，啊，遐风景真正有够水的，空气啊有够清新的，啊，咱若看去，我看到啥，迄个山坡吼，真正迄景有够水的就对啦。啊，咱就调下去啊拜访。啊，不过参与咧交谈的当中吼，我到一个只啊，伊心肝拢无开。差不多都讲话，安尼就对啦。我讲啊，无彩你离环境遮好，啊你心格过遐重，无彩家己住住遮，你不如来住咧大安区哦，乌烟瘴气，昏昏的点得较好。啊，你住一只清净的所在，你心阁袂清净，安尼有啥物意思？你讲真正嘛无法度。无较去较早哦，安尼老我自四五斤，真安尼拍袂了了。无较去较早哦，我做事业做偌大，啊，真嘛是拢去安那剃倒了了。无怪伊咧感叹咧，真正咧。伊讲好佳哉，迄阵有买一间厝咧，这间厝是无经济在内，所以无人采得到咧。啊，真落温度低啊，啊嘛无多钱，也着天地明咧。吼，啊，咱进伫这花甲世界，虽然袂当受伊享受，毋过。咱的心境老到遐，你嘛会当达到独天地面，所以这就是安尼来啦吼。以后天来讲，第一成绩不介理想，最好是延后啦。意思讲，你要考试吼，我迄个延后较去考会较好啦吼。求真心上急啊，会啥百事有余啊，无所作弊啊，所以心嘛急的，无法度人成功。做生意等待对方过来找咱，所以人来求咱的时阵，咱甲才配合，爱甲成功，啊无袂成功。一边一边初期，那像啥食欲不振，消化不良啦吼。啊，婚姻呢，对方一定啥将带予你苦恼，也是啥不但为妙啊。所以啊，婚姻定着怎啊吼，有人较慢啦。有可能吼、人来介绍一个吼，互你会啥造成苦恼吼，安尼不如买较好啦吼、所以这是第一爻的含义。请咱各位今日来过来看第二爻，虚与伤，讲一定去打着锁啊啦，锁啊是毋是要接近海天啊，足近的啊。小有言了，终结想法，虚与伤，印在中爻，虽小有言，以结中爻。水沙呢，就讲啥？水沙是叫啥？足少水的，叫做沙嘛。所以呢，沙呀，就讲看袂清楚啦，吼。啥？那叫酒呀，水之金呀。所以水沙就讲，那像迄呐，一波一波，一定那第二爻参这含量是毋是比第一爻搁较近啊？所以一波一波打入死亡的啥界线，所以那是讲一个酒一定参水呢足近的啊。所以咧，输啦，无法度啥断落来啊！吼，所以咧，看咱若一间厝吼，起伫个沙地，做危险个呢。迄沙地是会走呢，破掉如果流去就流去呢。所以人去住吼，无敢人住伫沙地，拢伫啥黄土个所在啊！吼，小有言呢，就讲第二爻到第三爻，二三四，就是对卦，对卦就是啥少女，所以呢，少女为口，口就啥？口头讲话是诶意思啊，就对啦。好，第五爻甲第六爻咧，你来看，第二爻用爻，第五爻用爻，代表啥无相应？吼，比如一个查甫，知啦，做人性啊。吼，那伊看到个查甫，吼，佫真软弱，佫讲话佫扭扭捏捏，即种个性安尼就对啦，吼。所以叫做那小有缘，眼在中言，
会讲厌啊，厌者为无心之行，若无心即为啥啊贤啊啊，所以厌者心胸广大宁容，必定传万丁也。贤者啊，即啥一迷无是非，所以信顺行者啊，必改有心量。智情者不但有名利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厌在其中也就是安尼。所以看来，个是讲，咱爱智情者不但啊，必但于名利啊。所以就是来讲，咱一定一步一步踏入陷阱啊。所以咱一定要赶紧将这名利运来啊，看愈淡愈好，安尼较袂互这世间的潮流来慢条条啦，袂输咱一只牛哦，啊啦，牛脾气又更条条。哎、欸，无去做煞袂使，无去谈煞袂使，哎、欸，啊无去伊啥，做一寡非非三侪代志，煞无法度啊，咱脱离这个困境啊，安尼呢，就是咱的牛脾气用更调的，安尼就是演在其中伊，啊、哦，终极最后是吉的，因为呢，已经读到吉业当中啊，中间有四大难卦，会记四大难卦无？水利蹲、民意卦、水山简，哎、欸，安那破卦。这就是四大难卦，所以虽然是离啥参含量足接近的啊，那那像咱读的经，你一定要经过四大难卦，你后你才能结业。人生嘛是安尼，哎，啥不知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，所以难免碰到啥足侪考卦，足侪含量，足侪啥含境在了在等你。不过安那四大难卦卦，逐支卦拢足好，哎，前卦到尾啊嘞解卦。你无经过四大难卦，你无解卦智慧啦，哎，是毋是安讲啊？煞好势啊，吼、哦，所以毋只叫终结，结终，哎，终结甲结终无同款意思哦，哎，就是讲身体健康，大家拢非常的好，过程嘛非常的甜蜜，安尼来叫啥？结终啊，啊，终结就讲你到尾啊，一定得结，哎，啊，结终咧就讲你到尾一定达到结啊。才能达到啥尾啊终数啊，吼，所以有达一点啊无同款吼。所以九二爻啊，专精有难呐，啊，五月属衰啊，不只有啥忌口，五月少有言呀，金啊别去啊破烂，也不破时也，啊，用女剑居中，以待其会，虽小有言，以终其也呀。哦，意思就是你来讲啥？哎，修有缘，哎，来讲这个啥？那就你当个正话当中，和我来讲，你要做代志，一定有足侪话会讲出来。那是讲你要做这件代志，是大人可以对你反对哦。哎，你要做这件代志，有可能你的某会来动哦。哎，你要修到有可能什么人会来啥？会来笑哦，啊，那叫修有缘呐。好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伊这意思呀，就是安尼来。好、哦，啊，佫无要紧。哎，到尾是终结呀，哈、哦，结终呀，哈、哦。伊讲九二年呢，定会犯着啥，一寡小寡代志的代志呀，哦，那是讲无解，伊讲话，伊偏偏讲到一大堆，哦，啊，伊本身呢，伊的心胸呢，啊，甲伊的见识呢，无够扩大，哦，啊，九二年呢，无法度啥，达到自由，定有啥，无应该计较的，无伫遐掺杂斤斤计较。无应该批评的，伊也妄言不止啊！这种人，哎、不管是结婚还是做事业，哎、麻烦的不断呐、啊。所以救命啊，就是安尼，小有缘就是两个翁仔无伫个冤家去小有缘呐、啊，啊、哦！啊，所以咧，而控制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呐、啊。咱若家己不爱吼，咱唔好想要服别人呐、啊。真正咧，而控制会做人安就好啊。咱家己卖啥？哎，咱家己爱清净啊，唔爱吵吵闹闹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啊，你慢慢教予别人啊。啊，咱人咧爱啥？咱人唔爱迄个无理取闹啦。咱人爱讲道理嘛，咁是安尼。吼、哦，唔爱讲无啥物代志，安尼无理取闹，心情歹，安尼硬阿无袂忘记，安尼蛮好啦。哎，哦，啊，有阵时讲咱都唔爱食车，啊，你偏偏要用车好食，安尼嘛无好啦。所以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呐。咱家己无爱的。咱唔要叫别人吼，咱嘛唔爱听着歹听话，啊嘛唔爱啊唔爱啥，哦唔爱做侪物件，啊咱会记哩，就是爱多加控制这种境界。所以古人较难讲，少不忍就乱大无啊，哦小我代志忍着就过啊。那像咱前人常常都安开始的，伊讲哦，咱较早细汉到尾弄过篱笆，迄篱笆无拢做细拍，啊咱囡仔时代吼，哦啊。
哎，两个都过呢，哎，啊，所以吼、哦，迄个咱前日嘛，咱开始啊，伊讲等着啥物困难才是啊，咱像咱两篱笆共款，头啊过，身躯就过啦，你敢要相信？啊，你头啊未过就未过啦，因为头啊头上顶伊未伸缩嘛，啊，咱身躯会伸缩啊，啊，咱头啊顶个过会过吼，啊，身躯纠结两两就过啊，所以这都来讲啥？当着代志，忍着就过啊啦，无要紧啦，免参咱计较啦。哦，啊，当着真正讲啊，我后天嘛做保险，啊，先天个啊，我去做，啊，变怎？啊，无要紧啦，头啊过，人就过啊啦。感谢呢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叔叔老大就讲啊，你去做都无问题啦，唔通顾虑遐济啊。所以讲，信贤呢，加油日常的生活，一点一滴开始就去做，来慢慢做，叫做积沙成塔啦。所以咱今仔日收工累积嘛是安尼呢，一点一点一就一点一点累积呢。咱今仔做事业会做甲会成功，人讲迄个人一定越来越去啊，啊越来越去，讲呾简到遐简单，拢嘛是欠长呢，多五块十块欠来呢，一百两百欠来呢，一千两千慢慢欠来呢，积沙而成塔，拢就是安尼来，收到嘛是同款。一日修你是功，一日无修你是空，功上加功是真功业，吼、哦，拢就是安尼来吼。伊讲处当中，或许会碰到啥，一寡闲言闲语的批评啊，伊无该去成就圣贤之代志啊。所以傲视风尘终结，所以有当时咱咧修道，会碰到所侪啥半言半语呢，所以你看咱修道人，尤其是清高素气人。拢用大煞大标签，普通人，有可能安怎病人，安怎这样人，安怎参人相拍，安怎参人发生代志拢无要紧。不过啊，一个修道人，尤其是清教的吼，你啊讲清教的，清教咧骂人啊，食菜啊安怎安怎，真正讲啊歹听咧。那是一件白衫，你得保持甲白，你啊一点乌的，讲啊，你只要白，你啊一点乌点。这大片的白沙，伊无爱去讲，伊偏偏要讲一条乌点嘞，所以咱拢得去弄啥，点油做记号啊。不过也就是安尼，都互禁止讲咱来改善痛苦，袂使滥杀，所以呢，安尼都帮助咱成就一代的圣德啊，所以咱嘛是爱感恩伊呢，来，金刚经甲咱讲，当地是人，不误一分、二分、三十五分，礼敬诸神金。记忆无用千万佛所证的诸神经，所以金刚经讲了太好诶吼。伊讲啊，各位兄弟姊妹啊，你敢知影一个人吼，要来人间转世，多困难？不有一分、二分、三十五分呢？咱唔知来这个世界上中哦，出世几落代啊啦？唔爱做鬼蛇佛祖啊咧，唔爱做鬼蛇人啊咧，唔爱做鬼蛇啥物物件都唔知影咧。一分来讲，一世只有三十五分呢，一定无世。留到这个世界当中啊，所以一定爱啦，礼敬诸神经啦。所以呢，一句话送给咱，一句话足重要。佛道立行，先结善缘，这句上盖好。为什么？因为咱这拢在再修、再练、再活当中啊。咱一定爱做一件代志，啥先结善缘呐。功德善缘当中哦，你人缘就愈来愈多，所以我常常安讲，咱来较早去做人贵人呢，有需要的时阵，倒一工，咱来去早，会去当着足侪贵人呢。咱若无时啊，无要做人贵人，你有需要的时阵，别人有哪味的啦，人有哪唔爱做你贵人呐、啊。所以这是天地之理，拢是奥妙的吼。伊有无量千万佛所种的诸善根，所以你看咱这世人。下当来，那投胎转世伫咱台湾，所以中华地难生，咱今仔一定生着啊咧。三奇端午，咱有咱遇着啊咧。命数难逃，咱有咱当着啊咧。人生难得，咱有咱得着啊咧。咱今仔日素人会变成素德，感觉遐简单。咱就是安那，唔知影无啊，一直唔知影鬼世所以呢，佛陀甲讲，伊无量千万佛。所证的诸善根，即世人你靠我都得着安尼，无可能的代志啦，够困难，真正足困难的。阿你莫讲，我嘛唔知影，我到香港来出事啊，阿你搁出事台湾地，
你也无像佛陀讲的这段话，咱无资格来台湾出世做人啊，事实的呢，吼、哦，无你也看，地球六十亿人口啊，咱台湾才三个啦，两千几万人尔呢，哎，迄比率真正无法度算出来对啦，啊，咱偏偏来出去台湾的，哎，所以你看，咱台湾拢是叫做先到，大家拢在是啥，哎，先啊，佛啊来他投胎转世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有正慧因缘，拢是倒来，比无量千万佛力证诸善根所证的啥因缘，果无离来啊！所以今后呢，以后天来讲，可持宽心净用，一代时机，来，安尼才能得到啥吉利，求这个爱确定良好的目标，然后用心去推动，加早达到至终会当达成，这生理教育需要从长计议，未使像冲动。一边嘞，离卦就是啥，先化化高烧，因为端的变了离卦嘛，所以化高烧的作用。坎卦嘞，寒冷，所以嘞，寒热往来之症啊，迄就是感冒啊。感冒时阵是慢啊卦，慢啊冷，就是安尼吼。结果婚姻嘞，将嫁予一个啥再婚的啥查甫人哦，所以正好也就是安尼吼。好来。请咱各位来看第三爻，须与你自构自，上界脉的第三爻，为什么？因为伊参含要上接近，所以叫做自构自啊。所以须与你，在地卦呀，主莫自地地口，定心不败呀，所以规大话就是安尼讲，用须与你表示一个人，你较无注意吼，就去啥接受到啥迄泥巴的所在啊。做自然的感受到受寒冷啊、寒冷、寒冷的所在呀，所以讲自控制，自的是哪完全的境界啊，会专本服务，所以你看正后大摆就好，就讲伊离开寒冷上界天啊，爱佫唔知佫戆戆行去，泥土是毋是都软的？泥土打落规脚是寒落呢，你敢知影？咱感觉到迄个经验。我做囝仔时代吼，我爸爸伫个草人遐吼买两架温呐，我细汉就伫遐大汉就对啦。啊，你讲在遐靠一盖困吼，拢叫阮着去掠鱼啊就对啦。靠一盖困，遐水拢脱球了了，内底拢泥巴。咱搁细汉，大了拢到啥？到大腿呢，深呢，拢嘛是安尼来打。尤其较早考困哦，拢也着在十二月底，拢要我过年迄阵才咧考困啊。迄阵是有够寒嘞，是哦，咱真讲十二月搁咧穿短啊。迄阵啊，十二月拢穿不了领衫嘞，是寒甲会干嘞。你看伫迄个寒冷的冬天，嘛是爱落去聊好啊，穿啊规身躯啊，嘛接顺爱去做这件代志。所以泥巴是打落拢寒落嘞，唔像咱小讲打伫迄皮啊，尔皮啊好，所以伊只是啥？就是安尼，所以讲，即个啥灾难之外呀，上加是自作孽不可外呀，所以咱人袂使自作孽啦，敬心不败，爱学啥牵挂第三爻，因为呢有牵挂第三爻而来，所以你要看书卦第三爻，就是牵挂啥君子将日天见，失日落日飞来，所种而成，所以呢叫咱爱啥非常的戒心坚固，安尼自然就啥袂失败啦。无咧会败到足艰苦。九三爻咧，伊讲啥讲咧，你啊逼退难，所以咧想要前进几多呀？所以咧招一足侪啥，招一足侪破破咧来治得呀，也又顺吼，所以咧不含其功呀。这个咧贯口咧，因来的当中咧，自我所教呀，精神封闭，可以不败呀。那是讲好有贼啦，靠就是讲迄个啥歹道啦。因有要来，你好啊啥啊，封闭好势，你就自然就袂啥袂互打击嘛嘛。你啊讲无要无紧嘞，做自然嘞，你呐有可能嘞啥败甲五体投地哈。讲第三爻伫内卦之上，那是社会乱象，所以社会乱，咱袂使乱咯。自己总会当呾安平乐道。经言行行，静修积德，安尼较袂导致了啥自扣自师尊老杂人，较难讲，书不可作尽呐，写不可用尽呐。
哦，言不可得尽呐，福不可享尽呐。凡事不尽处咧，意意味上个会长啊。哎，所以你看是不是安尼？什么代志吼，得饶人是且饶人，你唔忙尽量做到上过转。咱若做到上过转吼，真正咧，哎，人讲啥？啊，上天有好心指点咧，啊，上天有好心指点，何况是咱人啊？所以一挂处理代志当中吼，会了解人，尽量了解人。你咱唔忙啊，常常斤斤计较。所以呢，咱最常有一个叫关神。最近发生车祸，伊拄啊买我诶，经过一个十二路啊，拄啊一个啉烧酒的，哦，完哦，听到摆伊个边啊，弄一个劈一个，诶、欸，啊，即摆吼，伊人拢无受伤啦，啊，过个桥倒摆手骨断去啦，哦，人边啊看到，赶紧来报警站。你啉烧酒，我毋通报，诶、欸，我不要紧，毋通报，诶、欸，讲哦，啊，你手流到拢袂，佫无要紧，嘛是你报就对啦。啊，结果惊警察来啊，警察来笑了哦，啊，惨嘛，你这啉烧酒罚一条，讲过来那几十万的呢，哦，啊哥啥，诶、欸，佫伊闯红灯，哦，闯红灯啊，佫开一条，诶、欸，啊，你啊看，诶、欸，啊，迄、那个关系吼，得咱道歉嘛，出好个，伊讲啊，我人无安怎就好啊。警察来讲，诶、欸，虽然你是大台车，不过是伊唔对啦，伊啉烧酒佮闯红灯嘛，所以来弄一下啦。啊，你呐，你何呐，你啥啊，申请要赔偌济就对啦。伊讲无要紧啦，着看这修理我车修理偌济吼，诶、欸，啊呐，付赔三分之一就好啦，三分之一我来负担啦。你看后人遐好个啦吼，赔啦，嘛讲弄迄个阿二，我要互你赔20万，要互你赔30万吼，弄个狮子大开口啊！伊毋是呢，叫顾客给讲迄台车修理20000几块尔啦，啊讲没有出三分之一了啦，出了伊袂家己厉害啦。哎、欸，你啊看，道歉就是安尼，哎、欸，这里做边吼，啊所以伊来讲代志忙啊啦，一挂代志在处理当中，唔忙伤过头吼。啊，咱的细粒个慢慢用过尽，哦，忙靠来讲靠势，靠势误呢，你知影？所以咱人做代志唔忙靠势啦，哎、欸。所以我较早丈人吼，哎，我丈人过身嘞，50几岁过身。哎，较早真正做有势力个，哎，再有势力，伊讲好，哎，警察拢我教个呢，哎，大家警察拢捌我呢，对我拢在行嘞吼，做有势力个。一届吼去偷台猪啊，偷台猪啊，较早迄个偷台猪啊，迄种较足济啦。哦，我着大班，着衫下着流着站嘛着对啦。人个厝边隔壁看袂过，有哪去报警？警察来了，嘛是说啦，啊，阿你阿去看咧，吼，你坐偌大啊？所以吼，靠坐吼坐高啊，真正的，所以咱人蛮靠坐啦吼。所以讲，坐不可用尽啊，言不可得尽啊，吼，话吼，安那，哎，讲多好就好啊。你唔好啥物话讲啊绝，你就无退路啊。哎，咱哎，咱无啥时间，唔讲遐去啦吼。所以咧，福不可享尽啊，福。哎，真正咱一生当中来到这个人间中咯，哎，偌济福，偌济亲福，对享受拢有有限的，吼、哦，所以咱爱惜福，吼、哦，咱若惜福咧，你迄呐，你福报愈来愈济啊，啊，咱若无惜福咧，伫遐糟蹋去，所以好有在看少年啊，看出袂过啊，迄面包规粒好好哦，加一嘴啊，歹食丢掉，哎，咱来垃圾桶咧，咱若上前去果巷吼，你也看，迄营养午餐有台些面包好、哦、一大堆。哎、欸，学生啊，拢无食，拢带来垃圾桶。哎、欸，真正，你看糟蹋粮食啊，吼、哦、啊，所以你看，这拢就是咱的福。啊，咱忙啊啥，忙啊想尽哦，凡事不尽处啊，意味最长啊。所以呢，咱就是啥，照着师尊老大人的话来做，这个意味上个长啦，吼、哦。搁一首诗，如果唔惊万般的考验啊，上惊心夹一点，无畏风雨交加，只恐惊心寒胆怯。何苦世情磨翻？优秀呢，柔弱啊，内优雅。可怜身心不公，埋怨外敌顽固啊！啊，所以呢，你来讲，咱唔惊外口万难啊，万般的考验啊，只惊咱人啥心减一点，哎、欸，心嘛减一点，就思念添添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咱若定了啥物大风大雨的，咱拢无要紧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咱就是想讲讲。哎、欸，我不怕苦，只怕内心有毒。这句话很重要哦。偌辛苦付出拢无要紧，牺牲奉献安尼拢无要紧。上个重要，咱内心有毒，安尼上个严重啦。咱内心啊，讲有啥？哎、欸，啊，蔡医师讲我的不满，
我会无欢喜，我会执着，安尼拢毒，咱也去无掉去。吼，安尼当中吼，你愈做会愈快乐，愈修会愈喜悦。吼，茫修到愈修愈艰苦，愈修愈唔对，愈修愈不满。安尼就毋是真正修道人安尼，真正修道人伊愈修心胸愈宽，愈修心性啊，心情愈圆满。愈修呢，愈欢头喜面，就真正一个修道人吼。所以这首诗人讲得太好呀吼。第三后，伊就天来讲，可是全力以赴，安尼较袂失败。求职的愈是心急，愈是找袂着，爱找着适合家己的啥职业。做生意交易的时阵，谈判方面有可能导致了破裂，一边在扫吼，在扫谈啦吼。婚姻勉强讲亲的话，会带来啥羞辱？所以第三后，拢无解好，所以请咱来注意一下吼。第四爻，虚与血出自泄，象曰虚与血，顺与听也呀。现在虚与血，道家的火啊，因为坎卦就是火，有无？咱前个四段有人讲，坎卦就是讲火，火就是啥？虚与血，到第四爻一定哪去谈着陷险啊，陷险一定看到火啊，吼、哦、所以叫出自血言，所以需要火表示这个人一定啥？受了这个社会大染缸啊，污染较足严重的呀，哈！我今来叫出来，这个出自血下面的那，下面的那这个坑，这个陷的，表示足深的啥深渊，表示一个山洞，表示一个石窟，最后会当跳出这个苦海烟，因为当后为怪卦了，哦，所以你看我今后当了必怪卦，所以那是讲你这个陷在陷在当中，你爱赶紧跳出来。要怎跳出来？你要很大的决心，没有很大的决心，你没办法做得到。那是说我们刚才喝烧酒，要戒除这个喝烧酒的恶习惯，要很大的决心，不然你戒不开呢？有吃那个人，要戒除了这个恶习惯，没有很大的决心，也真的戒不开。所以这个意思是这样，会说凡清血者，阴阳相生也，阴阳相近而不相得，阳欲尽而尽，素不能固也。见亲疾病，顺意听命者也，故曰疏于血，出自血也。吼、哦，所以六书呢，就是含坎卦含量的门户，把守着坎的叫啥关头，伊的阴柔之境，乾卦三阳的力量，顾里顾及理法，六书呢如何来挡得掉？所以受伤得离了关口，三阳啥结果了含量了。所以要当堂立色，做一个真正的开悟之人，吼、哦！所以呢，伊较难讲哦。第四爻一定含有了含量嘛，所以含量当中呢，伊就是要去得着天，要啥天官天道，所以呢，无法度啥登堂入室。所以咱要来登堂入室，咱再继续讲。孔子讲：贵我门而不入我室，我不含焉。吼、哦！所以极为相关乎，伊讲都一定经过我的门啊啦。才无买酒啊，内底坐坐啦。意思讲，咱拢伫遐做啥？做咱讲的啥？咱五官端正，吼、哦、五官正那找嘛四官尔尔。你就伫遐找啊，才无买酒伊内底啦。才无去找着主宰官啦，所以主宰官找着了，就入五室啊。所以当时三清弟子，无人我都入一生呢，多七十二元人有资格参孔子入去，伊个就会升，所以叫门内之弟子，吼、哦、真正得着伊个生活嘞，多啊安慰一个人尔尔，安慰早死，所以才阁穿着精致，吼、哦、所以伊讲就知影经过我的门，无阁侵入其境啊，我真正感觉足胆叹的啊，基于相关乎啊，相关就是啥，相关就相当啊。意思就是讲，这个人可能是啊，看来足标准的咧，彬彬有礼咧，哦，哥真正能言善道咧。不过咧，伊所做出来拢无合道理啊，尼叫做凶冤呐，吼、哦、所以孔子较难讲，入我门无入我室，伊感觉足感叹的意思，那是一个凶冤同款呐，吼、哦、所以第四爻非常的歹，就讲第四爻你也当着会忌讳，要注意下，吼、哦、所以咧，考试。成绩无好，求职时机无成熟，
做生意咧，交易谈判方面，无成功的预兆，一辈咧一定会看到火，婚姻咧断期不可，而且未有结果，所以咱个来看九五爻，上个重要是爻，九五甲六九啊，甲上六爻拢足重要哦。有酒色真洁，像我下酒色真洁，以中正业。所以第五爻讲，酒色唔叫咱去啉烧酒啦，这性命借着讲啥，借着这个物件，你来讲这个道理。所以以食宴乐，就是讲为心之必需要呀，心之必备呀。修道人一定要戒啥，戒这个嘴。所以五味令人口爽啊。所以较早咱单身人哦，真敢和我昨暝去新加坡，一定来讲一句话啊，咱来把嘴讲好话，咱敢知啥意思？叫咱莫贪食就对啦，莫看我这爱食，迄个爱食，伊讲大嘴讲好话，你爱去记后面，爱盖这个嘴巴，唔忙我爱食就变了你食，好我食到上过头去，安尼唔好，吼、哦，所以人讲饮食须臾酒事，就是爱盖这个嘴啊，因为这两嘴吼，五味令人口爽，你安怎好，愈食愈心就愈食愈快乐，有可能会伤到咱的身体啦，吼、哦，安尼咧对咱用心积德就无好。如果九五爻属之啊，属鼠呀，伊要达到啥？啥？以当台达到，家己呢得了天位，创其中正，无所服输呀，故酒色弥溢啊，福丁吉也。五爻呢，固中得精微，伊唔是叫你花天酒地，是叫咱来食饱就好啊，所以呢，食饱唔忙食卡，慢慢去食妙啦，而是爱你尝啥？尝试人间的一个奥妙，所以孔子来讲啊，人若不应食，圣人其微言啊，既然会当叮咚入食啊，就袂当啥以跑马看花这种的态度来对待人生，爱知影入宝山唔通空手回啊，所以孔子讲人若不应食，圣人其微啊，那是讲人讲得好得妙得贤得赞。到底是啥物物件？伊无形无相啊！当听人咧讲啊，咱着真正家己去啊试看卖咧。那像即杯茶讲偌好拄偌好，你无家己啉看嘛，要哪会知？所以如人饮水，冷暖自知。倒着是像安尼啊，同款。等互你食着伊啊咧，发气充满，欢喜充满，环流转啊，妙不可言呐、啊！所以甲来讲哦。咱人就是爱抱着这种个啥心态，入宝山唔茫空手回。咱今仔受名师一指了，一定就宝山啦。宝山内底偌济庙地位，你敢知影？书在你体，书在你哦，拢唔免钱个。是啊，那太无人要入去内底学来。你也学会滴个真正呢？你都讲道理，想要开水就水了，开了滴滴答答，滴滴答了。生活咱个啥庙地位呢？所以呢，这是上个解答的啦，吼、哦，好啦，所以讲酒色暗中只是人间的情理，需要你去领悟，才会当得到建成幸福，更加去品味伊处理的啥真气味啊。所以酒色唔是叫咱啉烧酒，就是真正讲着人间的大道理。这啥不可言，啥真正妙在妙在这样的大道理啊，需要咱家己人去啥去领悟。因为呢，师傅引进门，修道靠个人。家己也无真正用这种的心来领悟啊，无法度真正去食到伊真气味啊。第五爻就是咧讲安尼吼。讲饮食，咱广东规矩卦，一卦嘛讲，君注意啥，心慎言语，节饮食。即个嘛讲的饮食，食乖第二爻嘛讲。风将屋盘，饮食饮食砍砍急呀，这样嘛讲个饮食，所以呢，伊个大小事嘛讲，饮食砍砍不说话呀，是时时提醒着咱爱啥，脚稳脚稳的脚步，立场爱确定，吃得食物而有营养，袂使啥乱食，更加袂使白食。所以呢，饮食砍砍就讲天地海物件无白食啦，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，就是饮食砍砍呀。所以人讲，咱爱啥，立稳咱的场，咱的脚步，
吼、哦、啊，咱食诶爱讲究，袂使乌白食，安尼呢，咱诶身体拢好。所以呢，圣人讲，性而养性，心而养心，诶，君子养心，诶，凡夫咧养心。吼、哦、啊，看恁咱是养性、养心、养心、养心，自在咱就得定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呢，咱戒好是拢会当达到一致。所以修得人爱修五戒，就是杀得淫妄酒，哎，就是啥须臾酒事。所以哎，需要过八道，阿嘛需要过佛众，这就是须臾酒事。好、哦，所以先火天咱拢爱过好。啊，其实过戒啊是佛众较重要，八道较无重要啊，真正呢，八道要两三工也无要紧呢。哎，啊佛众你也无过好嘞，哎，伊也无爱大走开啊，你这肉体就无路用啊呢。哎，所以无佛祖就无法度咧。哎，啊无法度的都有佛祖的咧。所以讲来讲去，佛祖较重要啦吼。后天嘛爱顾，先天嘛爱顾吼。爱讲无烦的不用性啊，无性的烦不顺啊，这是师尊老大人难讲的。哦，就是捌有人问师尊老大人讲，啊我凡事也要做，性事也要做，啊当时的时阵我要做啥？伊来讲无烦，你不用性啊，你无做后天代志，你无钱，哎，有哪袂用性呢？唔过我来讲哦，无性还不输呢。哎，你也不做性主啊，你做凡事袂顺利呢。哎，啊，互咱家己去调节啦。哦，啊，所以咱变啊，真正重性轻欢，这来看个人伊的毅力了。哦，以后天来讲，考试集中管理，成绩一定会做好，所以真好做好嘛。哦，求职一定达到咱的志愿。做生意，因为因势缘多，你达到所达的目标，所以做生意的做价上爱赞。疾病推迟不久会恢复健康，吼、哦。婚姻呢会讲出这个结果来，吼、哦。所以第五人吼、哦，你也当着来恭喜，有可能你的需要伊拢来达成啊，哦，啊嘛是爱靠咱人去啥啊去努力啦，吼、哦。来最后一条，哎，常用哪个？日鱼穴有不是之客三人来，经济终结了。但哎，小小就甲人讲，不速之客来，经济终结，虽不当为未来失业、哦、所以日鱼穴，那是世间人的醉心梦死，迷迷啥啊啊，一个凡尘的众生，一直达到啥极端啊啦，叫做日鱼穴啦。所以你看咱人拢啥，逐工靠。啊，对于这个行业呢，咱唔知影，哎，啊，对于这个梦中叫啥，醉心梦死，所以你看摇头丸的，逐天嘛在遐摇，伊嘛感觉足快乐，啊，感真正快乐，无快乐啦，那是种苦痛苦的代志啊，话食少食加加，较有快乐，迄计工开咧真正肝拢伤着啊，真正人讲，啊啦，啊，喝酒啥要解愁嘞，愁更愁啦，哦，迄是无效的对。不速之客，也就是世间这个环境当中有三个不速之客来，哎、欸，这三个是啥人？是啥？讲无人请家己来啦。哦，只着天上的诸佛菩萨，才会咱做到心无空，一无体，来无影，去无踪。所以呢，就是世界的乱象。哦，啊那一定到这严重啊！所以诸佛菩萨请三个人来，这三个人叫不速之客，上面这三个，只着来怪三人。金两三，以易经来讲就是安尼，为天卦，天卦为天，哎、欸，天雷这三啦，由天而来，啊、哦，啊，所以这三个，以太卦来讲，三对不对？三个人，啊、哦，加一个水，就是代表太卦，有一个完全的换水。啊，以春来讲呢，是不是用那三个人，加一个日，就是春天的春。哦、所以有一个宇宙的太阳恒星，哎，是公爷、哦啊。所以呢，这三个人，以观世音菩萨来讲，伊徛在中，边啊就是啥金童玉女，啊嘛是三个人，哦啊、所以呢，接着啥，咱就指着咱埃及的金字塔，埃及金字塔嘛是一个三角形的，那是佛陀的三千百千世界，嘛是三，那是老祖的一体化三千，嘛是三。东邪空老是三千弟子，嘛是三。哎，少空接地煞，一开三十温，哎，一世三十年，嘛是三。其实，伊只代表了三个人来，就是咱白羊三星，咱的弥勒祖师，咱的师尊，咱的师父，啊，你叫白羊三星。
所以真的是莫劫啊，莫劫你啊，所以叫做啥？不速之客三人来，激起的咱弟兄三心。这个时阵要搭帮助灯，要来真正救度万民。所以因是啥？有所求而来，自然不应该让其空手而回。精力使用之不尽，处理不决，所以人类太大大多人的说呢，啊啦，好占便宜。哎，啊，唔想要家己呐，哎，来动脑筋，所以停留迄类啊，提升咱的啥呐智慧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六书，所以出自迄只，一不误伤上德，二啥啊，踏其路呀，不比就害呀，即不得其那、啊、不出自现而辟之呀，所以既无上德，处卦之中为踏路者呀。有三为用，三来之计，乃为计还也。所以故不为害之辟，乃有入辟之故也。所以三用，所以不敢进者，疏难之将也。难将即止，不待交也。既孤啊难将，故自来也。处无为之地，以民而为啥？三用之主，故必定之如何终结也？所以这样就是安尼。所以这样的重点就是来讲，讲啥？讲啊，入一穴，有不速之客三人来，尽之终极。就讲咱尽之一穴啊，大家拢就是在花花世界入这个行业当中，咱都唔知人救。所以呢，做主人的上天就派这白羊三神要来救人。啊，要救人，安奈安啦，尽之终极这四字。就是咱真正相信你，你得得救；咱若无要相信，你就无得得救。所以咱来提出咱的心经之意，到尾你怎啊得到终极？所以伊含义就是安尼来啦，吼。啊，到尾安尼讲考试，有良师加以本身的用功，一定会成功。求职临时性的工课，不久当个会找到啊，会找到临时的工课啦，吼。做生意。那有人呢来找你创业做交易，你会当大胆接受，因为呢，伊是要做你的，一边呢，那是啥？咱的胸部啊，伊一边，那是风寒透个疼，无偌久呢，自然就好，婚姻有几个所在前来提亲，嘛会当着再婚的亲属，拢有可能，来，所以叔叔恁老大人甲咱讲啊。物质真正遐尼啊，予咱多哩追求吗？流行真正遐尼啊，予咱多哩应用吗？生活真正遐尼予咱多哩烦恼吗？世间真正遐尼予咱多哩颠倒吗？所以伊来总结一句话讲：修道修自己，办道办大体。即咱各位真个，即句话一定爱记好掉。所以世间个啥？世间个物质。流行生活，世间遐尼侪颠倒，其实迄拢一个假象尔尔。所以自尊老大人甲讲，咱修道修自己，哎呀修好，啊办道嘞办大体，咱唔免分讲你是啥物做，你是啥物做，迄拢无重要了，吼、哦。啊，所以呢，即就是安尼。后来咱每下来唱一首歌，有时间有法教啊，吼、哦。这首歌呢，就是咱台下有听到的，非常好听，参咱书画组有关系，对三组好加变呐。所以呢，又不是四个三人来，拄啊等着三心要度化咱吼，就是三组的好加言。Thank you.
泉州吼，这是师尊老大人咱讲的一段话。所以师尊老大人讲，有真根基，才会当稳定道场；有真智慧呢，才会当突破难关；有真实真心修炼的实力，才会当独占鳌头；有真修为啥，才会当有真修为啊，才会当真正逃脱所以呢，师卦上最重要就是爱啥，有真根基、真智慧、真实力、真修为，安尼就是咱上最需要的物件。而不是讲咱需要名利、恩爱，这拢是假象啊！吼，所以师尊老者直接咱开始做清楚的呀！咱今仔日的师卦就向各位报告到这。不足的，目前咱祖师爷下垂龙观，嘛请咱各位前来大力多多包涵。毕竟呢，活在学习当中啦，最后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道路方便。感谢各位，谢谢。